一局细沙，一双妙手，就能变化出美丽生动的沙画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沙画家邱宇凤是国内第一位以沙创作动画的艺术家，连续两届夺得台北电影节最佳动画奖与最佳动画导演奖。创作力丰盛的他，将在公视艺文大道的现场示范演出，带你一探沙动画世界的奥妙。